可以好看一点吗？我这有肌肉，我放松一下不行吗？我还录六十格，换换慢慢做。不要骗他。好，然后不要翻到反面。对，老公开心啊！不要有事吗？那种感觉。老公会开心点吗？还是啊，你放的是熊啊？这样很情色哎、欸。那你就不要假哈。是高材大。很糊很大，好烦哦！不是重点，不是重点。这个装配糊的很正哎、欸，对呀，上面有，不是配糊的又更正了，就变曲妞妞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好看，我要去了，帮上忙。我刚去帮你买内裤。啊，刚刚没穿。啊，你的裤码很像送点子。不是送点。你要卷太整齐吗？超电的，是吗？对。因为它是干嘛？可是你不吵吗？那是吵电。你很吵。如果我们放了五月天练肚子动。中心就送这一张了哦。招财进宝，然后天照，会不会有点像屌丝？我也觉得有点难。太漂亮。等下要擦下，我叫小哥吗？我喜欢听你唱歌。你裤不要还好一点，这是他肚子歪，是他歪的，真的是他歪，超歪，还是他歪，超歪，要想去他爸那。其实我很正的，我是去这个往他这边。他一直说我很正，哇，我的脸真的好小哦，最后一次。你要跟你好互动，要这样。我说你知道这很像那个夜市老板娘在卖的。我买了这一件，一件才五十。好假啊！太奇怪了吧？原来你是这个路线，他是这个路线。不要重复，有收音。看镜头，看镜头。看镜头，不要讲话。因为他现在是录影。是录影，所以你嘴巴不要讲话。要做那表情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